钱，现在可是一个富豪了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可又，你的是什么？不会全是金钱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可是富豪。看看这是什么？选生命队还是选金钱队呢？我选金钱，我给你钱，你别打我，我买你装备怎么样？这样就有钱买皮肤啦。我才不呢，犀利吧你，让你选金钱，你别跑。别打别打，我选生命。这才对嘛，所以小伙伴们，你们会选择金钱还是生命呢？